请合掌，请观想，右边是父亲，左边是母亲，前后是冤亲债主，下方是三恶道友情，以外尽虚空遍法界，一切如母友情，从无始生死以来为无名所缚，长夜沉沦生死苦海之中，身心逼恼，痛苦无量，唯一皈依只有上师三宝，因此一心至诚归投礼敬，上面对方虚空之中，我们本师释迦世尊坐在由八支雪山狮子所顶戴之金刚宝座、七宝莲花、日月宝殿之上，披出袈三衣，身金黄色，体如琉璃，光明莹澈，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无量光明遍照十方。世尊心中是中喀巴大师，体性即是我们的师长。世尊右方是以弥勒菩萨为首，广行派历代传承祖师，左方是以文殊师利菩萨为首，深见派历代传承祖师，前方是我们学佛以来所有一切师长，以根本上师为首，后方是金刚持佛及加持派历代传承祖师。此外周围有无量无边诸佛菩萨、圆觉、声闻、龙天护法等欢喜拥护围绕，诸佛菩萨皆以大慈悲眼观视着我们，并请面前之法宝金函西放甘露光明，从我们顶门而入，涤除我等无始以来所积一切罪垢。是为菩萨。
罗卜萨摩诃萨能毗湿念珠乃至八圣道之开是为菩萨摩诃萨毗达盛开罗卜萨摩诃萨能毗内空乃至无心之心空开是为菩萨摩诃萨毗达盛开罗卜萨摩诃萨乃至能毗如来势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是为菩萨摩诃萨毗达盛开罗卜萨摩诃萨能毗一切智道相知一切相知是为菩萨摩诃萨毗达盛开罗卜萨摩诃萨能知遍胜如佛心相广大光明照三千乃至十方清切刹等诸佛世与诸有情作了一时是为菩萨摩诃萨毗达盛故此三千罗菩萨摩诃萨毗如是等诸功德开放大光明照三千乃至十方清切刹等诸佛世界一灵诸界六种遍为东极东等极东等为诸有情诸大了以三千智慧菩萨摩诃萨毗达盛故此三千罗菩萨摩诃萨能毗布施波罗蜜多大功德普化三千大千世界如被琉璃一化之身为大轮王七宝眷属无不愿诸有情类须知于是须因于因须离于依须成于土相木相手相花满方舍无拘一要等诸珍珠金银及于种种珍宝之随其所需悉皆施予作是时亦不为宣说流到彼岸相应之方便于闻一众不最多知得无上正等菩提常不舍利流到彼岸相应之三贤智慧菩萨摩诃萨毗达盛开三贤如共幻世佛毗地之诸四趣雷达中千化作种种品法有情随其所需皆化时予以云何如是幻世没有是佛三贤大言佛也是佛告三贤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能毗布施波罗蜜多大功德佛化世界如被琉璃佛化之身为轮王等虽有情类作叙事即为宣说流到彼岸相应之法如是菩萨虽有所为而无其事何以诸法心相皆如幻故不知三贤罗菩萨摩诃萨智毗精解波罗蜜多大功德开唯有情故生轮王家少轮王为不贵自在安离无量百千俱至那欲度众于是三业道或是金缕是无量是无色或是念珠乃至八圣道之或空无相无缘解脱佛佛势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以为宣说如是诸法临其眼知得无上正等菩提于如是法常不舍离三千智慧菩萨摩诃萨毗达盛三千如共幻世佛毗地之诸四趣道雷达中千化作无量百千有临其眼诸是善业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于以云何如是幻世为有时三千大言佛也世尊佛告三千诸菩萨摩诃萨亦不如是唯有情故生轮王常轮王为不贵自在安离无量百千俱至那欲度众于是善业道乃至十八佛不共如是菩萨虽有所为而无
切有情之类皆持道障来见假，无种不起一刹那勤奋恨成心，劝诸有心依旧是贪嗔痴菩萨摩诃萨，如心所念皆能成佛，乃至证得一切智，常不舍离如是安忍，一定有情修如是根，三贤是为菩萨摩诃萨毗大乘，三贤如公本是佛毗地之诸是俱道，对大众见佛诸众生诸有情，佛持道障根相加害，佛有相劝修安忍心，于地彼可如是幻是为有时，三贤大言佛也是。佛告三贤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知彼安忍波罗蜜多那功德堪，一切无量百千俱胝那俞多中，令彼安忍波罗蜜多那功德堪。如是菩萨虽有所为而无其事，何以故？诸法心相皆如幻故。复是三贤若菩萨摩诃萨，知彼清净波罗蜜多那功德，一切无量百千俱胝那俞多中，令彼清净波罗蜜多那功德。三贤云何菩萨摩诃萨，知彼清净波罗蜜多那功德堪。一切无量百千俱胝那俞多中，令彼清净波罗蜜多那功德堪。三贤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依，大悲为所生心清净，断诸恶法修诸善，一切无量百千俱胝那俞多中，修习如是生心清净，乃至证得一切智，常不舍离如是正见。三贤是为菩萨摩诃萨毗大乘开，三贤如公本是佛毗地之诸是俱道，对大众见化作众生诸有情类，只求精进一劝他舍毗地，云何如是幻是为有时？三贤大言佛也是尊，佛告三贤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以一切智智相应作依，大悲为所知，修精进一劝有情定修精进。如是菩萨虽有所为而无其事，何以故？诸法心相皆如幻故。复是三贤若菩萨摩诃萨，知彼清净波罗蜜多那功德堪，一切无量百千俱胝那俞多中，令彼清净波罗蜜多那功德堪。三贤云何菩萨摩诃萨，知彼清净波罗蜜多那功德堪，一切无量百千俱胝那俞多中，令彼清净波罗蜜多那功德堪。三贤若菩萨摩诃萨，诸一切法平等定中，不见诸法有定有乱，而常修习如是清律波罗蜜，一切有情修习如是平等清律，乃至证得一切智智，常不舍离如是清律。三贤是为菩萨摩诃萨毗大乘开，三贤如公本是佛毗地之诸是俱道，对大众见化作众生诸有情类，令修诸法平等清律，一向劝修如是清律，于一语如是幻是为有是否？三贤大言佛也是，佛告三贤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诸一切法平等定中，一切有情说如是。如是菩萨虽有所为而无其事，何以故？诸法心相皆如幻故。不是三贤若菩萨摩诃萨，知彼般若波罗蜜多那功德堪，一切无量百千俱胝那俞多中，令彼般若波罗蜜多那功德堪。三贤云何菩萨摩诃萨，知彼般若波罗蜜多那功德堪，一切无量百千俱胝那俞多中，令彼般若波罗蜜多那功德堪。三贤若菩萨摩诃萨，诸佛悉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得诸法若生若灭若燃若尽，此彼差别一切无量百千俱胝那俞多中，安住
三贤是为菩萨摩诃萨毗大乘，三贤如共观世佛毗地之诸事取道，对大众现化作种种诸有形，因此安住不起轮回，依力劝他诸如是会，于理云何如是幻世为有时，三贤大业佛也是尊，佛告三贤诸菩萨摩诃萨，亦不如是只能安住不起轮回，于劝有情诸如是会，如是菩萨虽有所为而无其事，何以诸法心相皆如幻故，不知三贤若菩萨摩诃萨，譬如生说诸功德盖，观察十方清洁沙等诸佛世界一切有情，有情色受邪法心诸恶行，是菩萨摩诃萨一身通力，自遍其身遍满如是诸佛世界，非彼有情所得实现，自现究竟不是境界，安忍精进尽力波罗波罗蜜，一切他心不是境界，安忍精进尽力波罗波罗蜜多，全诸有情心痴心，不随念因为所留众波罗蜜多相应之法，临彼闻已乃至证得一切智，常不舍离如是妙法，三贤是为菩萨摩诃萨毗大乘，三贤如共幻世佛毗地之诸事取道，对大众现化作种种诸有情，因此安住六道彼岸，依力劝他安住此番，于理云何如是幻世为有时，三贤大言佛也是尊，佛告三贤诸菩萨摩诃萨，亦不如是，不与十方境界沙等诸佛世界，只见其身随意安住六道彼岸，一切有情念住此心，常不舍离如是菩萨，虽有所为而无其事，何以诸法心相皆如幻故，不是三贤若菩萨摩诃萨，譬如生说诸功德开，以一切取之相应所依，大悲为所留无所得而为方便，离离安得一切有情，不造声闻度觉所依，是菩萨摩诃萨，不作十念我当安离而说有情，于不是能波罗蜜而说有情，不当安离当作十念我当安离，无量无数不变有情，于不是能波罗蜜，不作十念我当安离而说有情，于内空等而说有情，不当安离当作十念我当安离，无量无数不变有情，于内空等不作十念我当安离而说有情，于思念主等而说有情，不当安离当作十念我当安离，无量无数不变有情，于思念主等不作十念我当安离而说有情，于空虚脱门等而说有情，不当安离当作十念我当安离，无量无数不变有情，于空虚脱门等不作十念我当安离而说有情，于不是彼等而说有情，不当安离当作十念我当安离，无量无数不变有情，于不是彼等不作十念我当安离而说有情，于有有果等而说有情，不当安离当作十念我当安离，无量无数不变有情，于有有果等不作十念我当安离而说有情，于佛无上真等菩提而说有情，不当安离当作十念我当安离，无量无数不变有情，于佛无上真等菩提，三贤是为菩萨摩诃萨毗大乘开，三贤如共幻世佛毗地之诸事取道，对大众现化作种种诸有情，内其数无量随其所依，方便安离临诸菩萨，临至临诸诸佛无上真等菩提，于理云何如是幻世为有时，三贤大言佛也是尊，佛告三贤诸菩萨摩诃萨，亦不如是，以一切智之相应作依，大悲为所有无所得而为方便，安离无量无数不变诸有
处乃至一处，眼处乃至一处相空，色处乃至法处，色处乃至法处相空，眼界乃至一界，眼界乃至一界相空，色界乃至法界，色界乃至法界相空，眼识界乃至一识界，眼识界乃至一识界相空，眼处乃至一处，眼处乃至一处相空，眼处为眼所生诸受，乃至一处为眼所生诸受，眼处为眼所生诸受，乃至一处为眼所生诸受相空，不是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是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相空，十念住乃至八生道智，十念住乃至八生道智相空，内空乃至无心自性空，内空乃至无心自性空相空，如是乃至波斯利乃至十八佛不空法，波斯利乃至十八佛不空法相空，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相空，毗达功德开，毗达功德开相空，世尊有是因缘诸菩萨摩诃萨，不毗功德开，当知是为毗达尘开，我告三贤如是如是如如说，三贤当知一切智智无障无一切有心亦无造无作，诸菩萨摩诃萨为此事故，毗达尘开，具足三千般眼识，得因缘故，一切智智无造无作，一切有心亦无造无作，诸菩萨摩诃萨为此事故，毗达尘开，佛告三千，有诸作者不可得故，一切智智无造无作，一切有心亦无造无作，所以者何？三贤色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受想行识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何以故？色乃至识毕竟不可得故，三贤言出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何必色身一处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何以故？言出乃至一处毕竟不可得故，三贤色出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造，真相未出法出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何以故？色出乃至法出毕竟不可得故，三贤言皆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造，何必色身一界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何以故？眼界乃至一界毕竟不可得故，三贤色界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造，身相非出法界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造，何以故？色界乃至法界毕竟不可得故，三贤言世界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何必色身一世界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何以故？言世界乃至一世界毕竟不可得故，三贤言出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何必色身一处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何以故？眼处乃至一处毕竟不可得故，三贤眼处为缘所生诸受，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何必色身一处为缘所生诸受，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何以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毕竟不可得故，三贤我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有情明者生者养者，师父不特切若一生如同坐者守者执者见者，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何以故？我乃至见者毕竟不可得故，三贤梦境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造，想想幻视光阴阳眼空花寻相成变化，是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何以故？梦境乃至变化是毕竟不可得故，三贤内空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造，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生亦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即空，三无三空，本性空，自空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造，何以故？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毕竟不可得故，三贤十念住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造，
持正断，持正住，不更不离，持正觉知，八正道之，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何以故？是念住乃至八正道之毕竟不可得故，三贤如是乃至如来实力，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是无所为，是无碍，皆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是八波波功，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何以故？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空，八毕竟不可得故，三贤真如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八戒发心发定发诸实际，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何以故？真如乃至实际毕竟不可得故，三贤菩萨摩诃萨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如来印证等觉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何以故？菩萨摩诃萨如来印证等觉毕竟不可得故，三贤一切智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道相知一切相知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何以故？一切智道相知一切相知毕竟不可得故，三贤有智应变一切智，智不造无作，一切有情亦不造无作，诸菩萨摩诃萨为智是故，毗达城开三贤有此一故，诸菩萨摩诃萨不毗功德开，当知是为毗达城开，得时具受三千拜佛，世尊如我皆佛说，所以者舍无佛无界所相信，是无佛无界是满智之问三贤，尊者说舍无佛无界所受相信，是无佛无界也，三贤大言如是如是，我说舍无佛无界所受相信，是无佛无界，满智之言何等舍无佛无界，何等受相信，是无佛无界，三贤大言如梦舍无佛无界，如梦受相信，是无佛无界，如相如相如光明，如阳焰如幻世，如空化如寻相成，如变化是舍无佛无界，如相乃至如变化是受相信，是无佛无界，何以故？如是一切色乃至是无所有故，无佛无界，远离故，无佛无界，寂静故，无佛无界，不生故，无佛无界，无灭故，无佛无界，无染故，无佛无界，无尽故，无佛无界，如此满持之过去色无佛无界，过去受相信是无佛无界，未来现在色无佛无界，未来现在受相信是无佛无界，何以故？如是一切色乃至是无所有故，无佛无界，远离故，无佛无界，寂静故，无佛无界，无生故，无佛无界，无灭故，无佛无界，无染故，无佛无界，无尽故，无佛无界，如此满持之三色无佛无界，三受相信之无佛无界，不生无尽色无佛无界，不生无尽受相信之无佛无界，何以故？如是一切色乃至是无所有故，无佛无界，远离故，无佛无界，寂静故，无佛无界，无生故，无佛无界，无灭故，无佛无界，无染故，无佛无界，无尽故，无佛无界，如此满持之间色无佛无界，世间所相信是无佛无界，出世间色无佛无界，出世间所相信是无佛无界，何以故？如是一切色乃至是无所有故，无佛无界，远离故，无佛无界，寂静故，无佛无界，无生故，无佛无界，无灭故，无佛无界，无染故，无佛无界，无尽故，无佛无界，如此满智之有漏色，无佛无界，有漏受相信是无佛无界，无漏色，无佛无界，无漏受相信是无佛无界，何以故？如是一切色乃至是无所有故，无佛无界，远离故，无佛无界，寂静故，无佛无界，无生故，无佛无界，无灭故，无佛无界，无染故，无佛无界，无尽故，无佛无界，复持满持之一切法无佛无界，何以故？依一切法无所有故，远离故，寂静故，无生故，无灭故，无染故，无尽故，无佛无界，复持满持，不是波罗蜜多，无佛无界，境界安忍，精进，精虑，般若波罗蜜多。
智慢智智内空无不无界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生亦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尽空三无三空本性空自空相空一切八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无不无界何以以内空得无所有故远离故寂静故无生故无灭故无染故无尽故无不无界不自慢自是念诸无不无界，是真断，是生诸无根，无离其等觉知，八圣道之无不无界何以故？是念诸等无所有故，远离故，寂静故，无生故，无灭故，无染故，无尽故，无不无界，不自慢自。如是乃至如来实力无不无界，是无所谓，是无外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是八波不空，八无不无界。以是力得无所有故，远离故，寂静故，无生故，无灭故，无染故，无尽故，无复无界，不自慢自知，一切菩萨摩诃萨心无复无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复无界，何以菩萨心得无所有故，远离故，寂静故，无生故，无灭故，无染故，无尽故，无复无界，不自慢自知，一切智无复道相知，一切相知，无复无界，何以以一切智等无所有故，远离故，寂静故，无生故，无灭故，无染故，无尽故，无复无界，不自慢自知，等得无复无界，八界八心，不虚妄心，不变异心，平等心，离身心，法定法住世界，无复无界，何以以真如等无所有故，远离故，寂静故，无生故，无灭故，无染故，无尽故，无复无界，不自慢自知，菩萨摩诃萨无复无界，如来应真等觉无复无界，何以菩萨摩诃萨如来应真等觉无所有故，远离故，寂静故，无生故，无灭故，无染故，无尽故，无复无界，不自慢自知，一切有为无复无界，一切无为无复无界，何以以有为等无所有故，远离故，寂静故，无生故，无灭故，无染故，无尽故，无复无界。南无至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无复无界微妙法门，以无所得而为法。因如是智慢智智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无复无界，不思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是念诸乃至一切相知，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因勤修学慢智智诸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因诸如是无复无界，不思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是念诸乃至一切相知，慢智智诸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因成就无复无界有情，因缘尽无复无尽佛土，因勤精供养无复无界诸佛，因听受无复无界法门，慢智智是菩萨摩诃萨，从不远离无复无界诸佛，从不远离无复无界神通，从不远离无复无界无漏，从不远离无复无界诸陀罗尼，从不远离无复无界诸三摩地，慢智智是菩萨摩诃萨，当起无复无界道相知，当证无复无界一切智，一切相知，当证无复无界法门，当以无复无界三乘法要，安离无复无界诸有情。慢智智若菩萨摩诃萨，修习无复无界六波罗蜜多，能证无复无界一切法性，无所有故，远离故，寂静故，无生故，无灭故，无染故，无尽故，无复无界。慢智智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因彼无复无界大乘开者，二十俱舍三千百佛言：是尊何等是菩萨摩诃萨大乘相？其何当知菩萨摩诃萨八趣大乘？如是大乘从何处出？自何处住？如是大乘为何处？谁复称是大乘而出？佛告三贤：如出说闻何等是菩萨摩诃萨大乘相？三千六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大乘相。云何为六位不是波罗蜜多？精解波罗蜜多，安忍波罗蜜多，精进波罗蜜多，精离波罗蜜多。
生你为主，直至生根于一切有情同根，为向一切智智善贤智慧不舍摩诃萨不知波罗蜜多，三界彼可境界波罗蜜多罗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住，大悲为所用无所得而为方便，执手持舍善业道一劝他手持十善业，直至生根于一切有情同根，为向一切智善贤智慧不舍摩诃萨境界波罗蜜多，三界彼可安忍波罗蜜多罗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住，以大悲为所用无所得而为方便，持具真善安忍一劝他具真善安忍，持持善根于一切有情同根，为向一切智智善贤智慧不舍摩诃萨安忍波罗蜜多，三界彼可清净波罗蜜多罗菩萨摩诃萨，一切智智相应住，以大悲为所用无所得而为方便，持于无波罗蜜多心生不舍，一劝他于无波罗蜜多心生不舍，直至善根于一切有情同根，为向一切智善贤智慧不舍摩诃萨清净波罗蜜多，三界彼可清净波罗蜜多罗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住，以大悲为所用无所得而为方便，知方便三巧六智金缕无量无色众不随彼势力所生，亦能劝他方便三巧六智金缕无量无色不随彼力势力所生，持持三根于一切有情同根，为向一切智善贤智慧不舍摩诃萨金缕波罗蜜多，三界彼可般若波罗蜜多罗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住，以大悲为所用无所得而为方便，知如是观察一切法性，于诸法性无去无着，以劝他如是观察一切法性，于诸法性无去无着，持持善根于一切有情同根，为向一切智善贤智慧不舍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善贤当知智慧不舍摩诃萨大乘相，护持善贤不舍摩诃萨大乘相，非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身亦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不净空，三不生空，本性空，自空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云何内空，内为内法，即是眼耳鼻舌身，当知此中念有因空，非常非坏，乃至亦有一空，非常非坏，何以本性何故生见之为内空，云何外空，外为外法，即是色声香味触法，当知此空，色有色空，非常非坏，乃至法有法空，非常非坏，何以本性何故生见之为外空，云何内外空，内外为内外法，即内流出，即外流出，当知此中内法有外法空，非常非坏，外法有内法空，非常非坏，何以本性何故三千智为内外空，云何空，空空为一切法空，只空不有空，空非常非坏，何以本性何故三千智为空，空云何大空，大为十方，即东西南北是为上下，当知此中东方有东方空，非常非坏，乃至下方有下方空，非常非坏，何以本性何故三千智为大空，云何生亦空，生亦为涅槃，生至此中涅槃有涅槃空，非常非坏，何以本性何故三千智为生亦空，云何有为空，有为为欲界色界无色界，当知此中欲界有欲界空，非常非坏，色无色界有色无色界空，非常非坏，何以空本性何故三千智为有为空，云何无为空，无为为无生无灭无住无异，当知此中无为有无为空，非常非坏，何以本性而故三千智为无为空，云何毕竟空，毕竟为若法究竟不可得，当知此中毕竟有毕竟空，非常非坏，何以本性而故三千智为毕竟空，云何无即空，无即为无处后即可得，当知此中无即有无即空，非常非坏，何以本性何故三千智为无即空，云何三无三空，三为有方
起有色可得，无三味，无方无起无色可得。当知此中三无三有，三无三空，非常非坏，何以本性而故？三现是非三无三，云何本性空？本性微弱，有为法性，若无为法性，如是一切皆非声闻独觉菩萨如来所以非于所作，故名本性。当知此中本性有，本性空，非常非坏，何以本性而故？三现是非本性空，云何自空相空？自相为一切法子，如眠爱是色之相，定那是受之相，取相是相之相，造作是性之相，了别是识之相，如是等罗有为法之相，罗无为法之相，是为之相，空相为一切法空相，如苦是有漏法空相，无常是有为法空相，空无我是一切法空相，如是等有无量空相，当知此中知空相，有知空相空，非常非坏，何以本性而故？三现是为之共相，云何一切法空？一切法为无云，十二出世法界，有色无色，有见无见，有对无对，有漏无漏，有为无为，是为一切法。当知此中一切法有，一切法空，非常非坏，何以本性而故？三现是为一切法空，云何不可得空？不可得为此中求诸法不可，当知此中不可得有，不可得空，非常非坏，何以本性而故？三现是为不可得空，云何无性空？无性为此中无受性可得，当知此中无性有，无性空，非常非坏，何以本性而故？三现是为无性空，云何自性空？自性为诸法能和合自性，当知此中自性有，自性空，非常非坏，何以本性而故？三现是为自性空，云何无性自性空？无性自性为诸法无能和合自性，有所和合自性，当知此中无性自性有，无性自性空，非常非坏，何以本性而故？三现是为无性自性空，如此三千有心有，有心空，无心有，无心空，自心有，自心空，他心有，他心空，云何有心有，有心空，有心为有，非法持有心有，有心空，云何无心有，无心空，无心为无，为法持无心有，无心空，云何自心有，自心空，非一切法皆自心空，此空非知所作，非见所以非于所作，是为自性有，自性空，云何他性有，他性空，为一切法若不出世，若不出世，他诸法听法心法界法平等心法力身心真如不虚妄心不变一心世界，皆有他性故空，是为他性有，他性故空，三千当是为菩萨摩诃萨大乘相，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切多耶多帝耶他阿弥利多婆阿弥利多悉檀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萨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切多耶多帝耶他阿弥利多婆阿弥利多悉檀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切多多提耶他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檀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萨婆诃南无哈赖达赖多赖耶耶揭赖揭赖居住居住摩赖摩赖呼啦呼诃苏达努吽波波努萨婆南无哈赖达赖多赖耶耶揭赖揭赖居住居住摩赖摩赖呼啦呼诃苏达努吽波波南无哈赖达赖多赖耶耶揭赖揭赖居住居住摩赖摩赖呼啦呼诃诃苏达努吽波波努萨婆回向愿此殊胜功德回向法界有情尽除一切罪障共存无上菩提。